妈祖神像前诚心祈求保平安，彰化鹿港天后宫最近在网络上出现了这款妈祖金币套组，两颗金币原价600块，特价236元，讨论度相当高，不少电商就连超商卖场都有在卖。 金币上有个Q版妈祖图案，装在红包袋里，看起来喜气洋洋，保佑新的一年财源广进。而内容物是金箔加上巧克力，但鹿港天后宫跳出来说，这商品庙里根本没在卖。你不要看到天后鹿港天后宫就受骗上当，大家一定要睁大眼睛。简直在妈祖头上动土，像老天借胆，假冒妈祖金币，网络上到处乱卖。庙方说，从未与任何厂商或是电商 合作贩售妈祖金币，网络电商未获得授权已经备案，有点夸张。因为如果要买，应该会在庙里面买，尊重神明嘛，消费者以为是官方商品，掏钱购买，部分电商已经下架，但有的明目张胆还在卖。警方将依照诈欺违反商标法介入侦办，追查幕后卖家是谁这么大胆，打着妈祖名号来赚钱。记者陈胜伟、连家新闻、彭星，彰化报道。